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。我们看到接发球方在接发之后迅速上网，与搭档形成双上网战术。注意看，在上网之后，他没有把球打回给对方底线球员，也没有打向中路空档，他果断地把球打向了对方网前球员的身体方向。因为距离太近，发球方往前搭档没有时间来得及反应。这一分接发球方严格按照了我们之前讲过的底线打给底线，往前打给往前的战术原则，顺利拿下了这一分。关于双打比赛战术原则，欢迎感兴趣的球友进主页查看。注意看，现在的局面是接发球两个人都站在往前，形成二打一的形式，这对于接发球方是非常有利的局面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发球方往前搭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站位呢？他要同时面对对方两个往前球员的压力，他要怎样做才好呢？我的建议是他应该迅速后退到底线附近，这样接发球方失去往前目标，只能随便打一拍。无论如何，因为有充足的距离，足够的时间反应，下一拍都很有可能会继续。大家觉得呢？说一说你的看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是西郊费德勒，欢迎收藏关注。